啊，这一站打得真的很漂亮。那非常，我们今天跟玉田的妈妈在我旁边哈，玉田妈妈。玉田兄的奋战不懈，勇者无惧哦，加油加油！我们跟燕歌工商的校长们。 还有同学，还有所有的学弟妹，以及所有的燕歌的乡亲好朋友哈，在妈妈的带领底下，大家非常的感动。玉田，我们大家为你加油喝彩，我们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是让大家看了有点紧张，那我下一场比赛会尽力的做好。 然后希望大家继续为我加油，那回家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。谢谢妈妈已经把金牌先挂在你家的柜子上面，我们等你拿金牌完成大满贯，好不好？好。一田跟教有没有跟妈妈说的没有？有没有？就是要好好的保重身体。谢谢。要。世阳教练有没有什么要跟？ 把金牌带回去了。哎，体育金，夺金牌，体育金，夺金牌，夺金牌，哎，金牌，谢谢教练，有没有什么还要跟我们再分享的没有？谢谢大家为我们祝福跟加油，敬请期待后天的冠军之战。哎，玉婷全力以赴，加油！一出荣耀。 等你，嘿，等你回来。我们拿金牌了啊！为林丽婷再度加油，新北镇，谢谢玉婷为台湾争光，新北争光，谢谢玉婷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谢教练，谢谢玉婷。好，主要说这一次新北市保安乡特别为了玉婷办这一场声援活动，是因为她是莺歌人。 非常感动，我们林丽婷不但是莺歌人，从小都在新北市成长，那前妻生儿子走了四年，一路走来非常的辛苦，不但家人的陪伴，以及师长、教练大家给他支持鼓励，最重要的是玉婷自己，一路走来奋战到勇者无惧，尤其面对在世界顶级的高手底下，他毫无害怕，任何的。 这个阻挡不了他奋战拿到金牌的决心，所以妈妈在前一段时间把他的金牌奥运金牌就挂在柜子上面。我们玉田拿了世锦赛、亚运赛、亚锦赛的冠军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在8月11号。 玉田拿奥运金牌，完成他大满贯的心愿，这也是我们全台湾能够拿到大满贯金牌的最骄傲的选手。所以玉田是我们台湾人的期待。8月11号，咱金牌客人啊，啊，咱给玉田满满的鼓励。所以期待我们全台湾的所有爱好，我们运动以及支持我们国家在外面。 因为我们的选手加油的好朋友嘛，8月11号记得给玉田集气，可以冠军回来。这是妈妈和咱全台湾人的心愿。其实一路走来，咱大家嘛知影玉田。咱对英哥来看伊大汉，今仔今仔日，咱嘛知影，伊就是咱的女子选手的骄傲。这毋是咱在地人，大家嘛认真看玉田成长的过程，以及。 那所有的比赛都是严格的检验，我们玉婷毫无在风雨当中拢袂惊，伊感觉这个我们是为我们的整个在整个国家在争光的过程当中，经过多多少少的大家的检验、困苦当中勇敢的屹立不摇，这就是咱台湾的精神。所以今日既然大家拢通宵达旦，大家都无困。 但是我感觉一切都值得，为了疫情，为了咱台湾，让咱的台湾会当在咱全世界看到咱台湾的国力。
就是体力，这就是运动力，这就是疫情在咱台湾人的精神，一直拼一直拼，也是咱台湾的女儿，也是新北的女儿，所以台湾的女儿，新北的女儿，加油，冠军八月才给客回来，让所有人都闭嘴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、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